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始。上周日，《我们的歌》第二季在迎来第三期更新的同时，也给大众带来了 B 组的首秀。个人觉得，相比于 A 组的强弱分明 ，B 组的整体实力稍微占优。实力派前辈歌手有陈小春、李玟、孙楠、常石磊；年轻一代新生歌手有邓紫棋、盖、周岩、王源、邓云龙。显然呢，这些名单当中的每一个名字都是非常受人关注的。而在之前就已经完成排位赛的 A 组当中，老一辈歌手有一代人的童年偶像周镇涛，歌声动听感人的李健，以及未来预备小天后容祖儿，以及情感王子张信哲。新生代歌手方面呢，也是毫不逊色，有太一、谢琳娜、一高和彭提莫三位新星上将，更有和张国荣能够一较高下的谭校长。在看完 A 组的 B 组的全部阵容之后，我也觉得其实无论是新生代歌手还是老一派实力歌手来看的话，都是具有强烈的可比性的，两方之间暗自较量，在实力和人气上进行一个双重的比拼，歌手之间擦出的火花越浓，对于观众而言是越有好处，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每一场的视听盛宴。01 B 组首秀大获成功， A 组新生代实力欠佳。在 B 组首秀当中，王源无疑是新生代歌手当中最受欢迎的、最受关注的。众所周知，王源如今呢是就读于世界级的名校伯克利音乐学院，通过了专业的音乐教学，大家都很期待王源这一次交上的作业到底如何。而王源呢也是不负众望，先是为大家带来了一首赵子画的《可乐》，之后呢再和陈小春合作。刚开始大家很担心王源和陈小春声线风格差异太大了，可能会很违和，不过在演出的时候效果却出乎意料的好。陈小春粗犷而富有磁性的声音融入了王源干净软糯的声音，两者相互融合的效果也非常好。略微遗憾的就是两个人并没有完成配对。除此之外，邓紫棋、郑云龙和周岩虽然人气不及王源，但他们的优势也很明显，就是丰富的舞台经验和观众的认可度，首秀的表现均很棒。而说到 A 组的新生代歌手，我觉得除了谭咏麟之外，希林娜、一高、冯提莫和太一整体人气和观众认可度都是要低于 B 组的，而且差距肉眼可见。换言之，单看新生代歌手的对比，我觉得 B 组稳赢。高山流水组合诞生，邻里之间有对手了。在这之前呢， A 组的最强组合已经非常明确了，谭咏麟和李健的每一次演唱都会获得前场的掌声，两位有着多年丰富经验的实力派的唱将将完美的契合，有意境有画面感。也可以说在 B 组的四对组合登场之前，李健和谭咏麟组成的邻里之间就是本季最被看好可以冲刺冠军的组合，很多观众甚至觉得今年的冠军已经没有悬念了。但在 B 组的首秀之后，我觉得邻里之间终于有对手了，他们是哪个组合呢？没有错，就是孙楠、郑云龙组成的高山流水组合。在 B 组的首演当中，郑云龙先是和常石磊来了一首《橄榄树》，当时在台下全程倾听的孙楠兴奋到忘我，他直言不讳的称赞听郑云龙唱歌让自己想到了经典寓言故事《高山流水》，让他有了强烈想要和郑云龙合作的愿望。而郑云龙在得知和孙楠配对成功之后，更是笑到模糊。最终两个人如愿配对成功，相信之后双方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打动人心的音乐，和邻里之间的较量也将会成为一大看点。 B 组八对组合依然最强组合已浮出水面，截至目前 A 组和 B 组的四支战队已经全部配对完成。 A 组的四对组合分别是钟镇涛、冯提莫、李健、谭咏麟、张信哲、太一、谢琳娜、一高、容祖儿。 B 组的四对组合呢，则是由孙楠、郑云龙、陈小春、盖、李玟、邓紫棋、常石磊、王源组成。而在上文当中我已经谈到了两支最有可能会争夺本季冠军的组合，那就是孙楠、郑云龙和李健、谭咏麟这两对组合。而之所以说出他们两个实力最强的话，正是因为这两对组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前辈歌手实力顶级，同时新生歌手的实力不仅不拖后腿，更是锦上添花。这一点大家已经通过郑云龙和谭咏麟老师在节目中的演唱看出一些端倪了。谭咏麟老师的实力不用说了，乐坛的老前辈，他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玩，和不同年龄的歌手一起玩音乐。而郑云龙呢则是截然相反，他来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提升观众认可度，争取获得事业的再次突破。而我们知道，我们的歌这个舞台最终看的还是实力，只要声音足够让观众们喜欢，最终的成绩不会太差。所以希望八对组合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视听盛宴。我们的歌二口碑和评分下滑全靠 B 组两张王牌救场，收视再夺冠军。作为目前歌坛阵容最豪华且口碑最好的音乐节目，我们的歌可以说是成功接下了重任，在往后没有歌手的日子里面，大概率会将成为陪伴大家的首选。但如果你一直关注这档节目就知道，今年我们的歌第二季开局并不顺利，由于第一季的完美谢幕，观众对我们的歌期待已经超乎了想象了，这是节目组无法控制的走向，更是绝大多数人自身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于是当我们的歌第二季 A 组嘉宾登场之后，即便有李健、谭咏麟的组合压阵，却依然难改后浪拉胯的局面，不仅口碑直线下滑，就连网上的评分也定格在了7.9。要知道任何一档节目刚播出的时候分数往往都会偏高，越到后面越有烂尾的可能，评分普遍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可如今呢，我们的歌第二季才播出几期就已经比第一季的最终评分还要低了，这实在是有点离谱呀。不少人都会将问题怪到了 A 组的后浪歌手的身上，认为谢琳娜、一高和太一、冯提莫等人呢是又闷又没人气的，影响了整个节目的质量。
客观来说这个是事实，但是并不能够全怪几位后浪，他们的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主要是第一季太过于优秀了，导致后续稍微有点降低水准就会形成强烈的反差，并不是席琳娜一高他们不好，仅仅是相比于第一季还不够好罢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嘉宾档期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从 B 组来看其实有很明显的困惑疑惑，明明手里边握着王源和邓紫棋两张王牌，为什么要全部放在 A 组里面呢？实际上把王源或者邓紫棋任意一个人放在 A 组，整个情况都会有所好转，可如今偏偏最有流量的在 A 组，而流量相对比较低的又在 A 组，排除节目组考试情的选择，那就能是嘉宾档期不允许了，这种非人力能够调控的事情怪 A 组的后浪属实没有必要，并不是谁都能够有非常夸张的流量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歌第二季口碑还有回暖的可能吗？答案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从最新一期 B 组登场的反馈来看，外界已经重新回到了巅峰值的期待值，而且出于对几组几位后浪的肯定，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B 组手握邓紫棋和王源两张王牌足以撑起节目流量，新生代里边论流量能够比过王源的寥寥无几，而同辈之中像邓紫棋这种流量和实力兼顾的更是少之又少，有他们两个在至少 B 组接下来的赛程当中热度会大大提高，这已经是必然的结局了。其次郑玉龙和盖呢也同样非常优秀，一个实力足以媲美周深安云感，另外一个是有着无尽的爆发力和可能性，这样四位后浪搭配在一起，我们的歌第二季必将力挽狂澜。当然从数据上来看的话也能够证明这个观点，不仅把 A 组期间下滑的收视率给抬了上来，甚至出现非常夸张的反超，直接力压天天向上的金牌综艺登顶收视冠军，相信在这样的铁证面前再没有什么可质疑的了。可能有朋友会奇怪了，为什么只聊后浪不考虑前浪的影响呢？说实话主要原因还是追星集中在年龄段偏小的粉丝身上，又或者说粉丝粘性这个东西只有年轻人可以更好的体现，所以前浪嘉宾能够影响这档节目的上线，但是后浪却是直接决定了节目的下线。希望后期发展可以如我们所预想的一样，兜兜转转一大圈，华语乐坛也就剩下这么一档音综比较有看点了，至少要让辉煌能够得到延续。说话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